癌症末期坚持看诊，最后时光不愿离开医界。去东湖帮一个妇产科医师碾香，他得两个癌症。放弃治疗之后，接受很多人的邀请去演讲，讲人生。你一定想不到他继续看诊，看到最后，对方问他说：“医生啊，你怎么这么瘦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在减重。”他这样一直保持这样看诊，你的可以让他心情变成比较不会去想这事情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